没想到讨伐皇亲之后，我得被决定要不惜代价。百姓之苦，绝不可置之不顾。栾某愿与阁下同往。多亏有阁下相助，才能如此顺利击退妖魔。尽管不知还要在此地停留多久，相信我等他日必能再会。保重。锄强扶弱，此乃侠义之心。阁下之功，关某铭记于心。妖魔都解决掉了，咱们快回去准备酒宴吧。